对，我是觉得地中海三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神奇的地方，因为它的文化合唱文化长传统在我写作接触到史料超过700年，因为它继承了德国的这德奥体系的东西，也继承了吸收了东欧东西，它形成了一个地中海的特殊的合唱文化，波罗的海。第一个变化就是地域扩大了，参加的团特别的多，中国就比过去年又多了10几个团，83个团嘛。那参与的国家多，民族多，地区多，这对这世界的合唱的交流啊提升得很快。一个合唱团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它的合唱文化又对一个指挥来说都是营养，人就是海绵，那就吸收最好的营养来丰富自己。